大家好，来，各位观众，相信各位都知道哦，老爹已经把我的这个杰洛斯已经下场了，已经下场了。那坦白说，对于现在的战斗哦，算是比较吃亏的，算是比较吃亏的。不过没关系，老爹决定用其他方法来补足哦。这个等到有专武啊，然后子五星之后，这个杰诺斯应该就可以功成身退了。我是提早把他下场而已。来，限时上阵，我买，我再买，我买买买，2690，我买不完，我买到你会怕。3000元的，我买到我会怕，没问题，全部买起来。然后 ，OK OK， 这个还可以，这个就真的没必要了。哦 ，OK， 好，那么现在老爹的阵容。这个征服卡哈，有几张还没有洗好，刚好拿到洗练笔，我们来洗一下。豪杰，这个还在用这个防御哈，强化，洗练，攻击，干，攻击 ，OK OK OK， 晋升效果，然后。欸，我这个没有进化欸。豪杰这一张卡竟然没进化。我们快速进一下。快速进一下。阿哥进一下。好。都没有开到我要的攻击趴。上次有人说老爹眼馋。这次我认真的看。应该是真的没有攻击趴吧。有了，有一条攻击趴。锁起来。再来，继续，第四条属性 ，OK， 好，勉强可以用。然后这边攻击趴没问题，来，这边有一个防御趴，我洗生命哦，好，再来，我再洗。我洗洗洗，我洗不完。OK， 好了，各位，这样就没问题了吧？其他的应该都洗好了。哦，这个精华，哎、欸，靠右，靠右。哎呀，我把两个攻击趴按掉了、欸，怎么那么衰啊？我回来一条。这个奇遇的奇遇不要整天做福利挺身啊！官方啊，改善一下游戏品质吧。11条，12条 ，OK OK， 加减先用一下吧。那么现在活动。这一次有这个研究物资 up， 来，哇，这个不够哎，买，再买，我买买买，没问题。刚刚又莫名其妙花了30000钻哦，然后我们快速抽一下这个 up， 等一下老爹要给我们的闪光。直接上五星哦，直接上五星来弥补一下我们的队伍现在没有这个杰诺斯哈、哦，所以会比较难打一点。坦白说，现在打这个竞技场哦，老爹比较吃亏啊，因为我没有杰诺斯啊，有点后悔太早让他下场。不过既来之则安之哦，迟早要给他下来的。我就想说我不想再换来换去的啦，这个换来换去这个东西调来调去有时候会调不好，反而就顺其自然。反正只要专武换上去，然后再达到子午的目标，基本上
杰洛斯就可以下场了。我们只是提早让他下场，对吧？老爹现在是有做功课的哈。自从玩了这个剑与远征啊，我的这个做功课的这个习惯已经被养成了。来，活动这个400抽奖励领起来。那么现在角色，我们的三光目前是三星哈，来直升啊，现在四星只是直升五星，来万能碎片换起来，我们直接重金打造五星的闪光。OK， 五星指示，来迎圣灵，看到没有，各位？这个启动我们的极星芒守护，是什么？突破界限。好，然后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我们的这个特防就可以升到6阶了。然后这边再点一下，哦，可以到7阶，那我们就特防7阶。这个就是升到五星的好处哈，会比较硬一点。再来资源就不够了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对上我们的老对手，君子报仇，四场不完。我已经输给这个吴克宰2次还3次哦，来又被我遇到了，他怎么老是被我遇到啊？一样，这个强队打强队，弱队打弱队，我这个战力分配应该没问题吧？第二打他的第二，第三打他的第三，第一打他的第一。我看一下我第一队有没有问题。第一队没什么问题。好 ，Let's go， 让这个吴克宰见识一下老爹这个大克长到底有多嚣张。来，哎靠腰，我第一队输哎，我有杰诺斯还打输哦。好，第二队。第二队我有 King 啊 ，OK， 直接碾压。那么关键的队伍来了。首先，他应该是把速度给闪光哦，最快速、最高速他给的闪光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让他先，我们让他先。OK，OK， 老爹的温德。晕到2个，我的闪光吼，只要比对面5只角色快就可以了，只要比对面5只角色快就可以了，不用比他的闪光快，因为我的医术吼走的是这个温德，我不是走医术闪光流，我是走医术温德流。好来，老爹的核弹菠萝面包，9800万，看到没有？我就问你怕不怕？老爹的五头，7100万，就是这么狂。我觉得我跟他应该是5-5波吧。五星闪光，1亿2500万。他的闪光才1亿6啊，没问题。现在比较麻烦的是我没有杰诺斯啊，没有杰诺斯这一点是比较硬伤啊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继续。有人会说，老爹啊，吴克宰的闪光打得比你高啊。不过你要想啊，我，哦对哦，他打的闪光打得比我高哎，没问题，才高一点点啊。老爹的业火9000万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他的闪光才5900万啊。刚刚穿刺下来2亿4，好结脚。有人提醒老爹哦，这不是豪杰拳啊，是豪杰脚啊。他的闪光后继无力，看到没有？他的闪光已经后继无力了，跟我的闪光不一样啊。老爹的闪光随随便便2亿4000万啊，看到没有？他的业火没有气了，他没有放温德，所以气不够啊。我们笑他。他的菠萝面包没办法开大招啊！
这就是不上温德的下场。好，老电闪光宰一个追击，1亿4000万，没问题。他才7900啊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实力的差距。老电温德2800万，闪光再一个追击6000万，就是这么惊人。好，对面的闪光7300，老六夜火 is dead， 没关系，影响不大。好的，菠萝面包6400万，哎、欸，他怎么都没有角色挂掉啊？哎、欸，我五星的哎、欸，我五星闪光哎、欸，给点面子吧。哦，5打5喽，双方的夜火都已经应声倒地了。我的文章技能好了，这个杰诺斯小了一点，好险好险，刺刺的，刺下去吧，怎么不刺啊？刺下去啊 ！OK OK， 1亿3000万，不是啊，怎么不刺啊？刺下去啊！哇！我的闪光银色啦！为什么我不吃下去啊？啊！来了来了，吃下去吧！吃掉他的闪光，吃掉他的闪光，吃他吃他 ！Yes， 他的闪光 is there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我觉得应该真的还是输在杰诺斯哦。还是输在杰诺斯啊，没关系，这个专武啊已经出来了。老爹，下部影片把我们的专武补起来之后，我们再来教训教训这个乌克长。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，输一点点。